第一家王城第九席是跟当三代弟兄家政治者，王以宋王南席名称时期称第一天第一席白吉席。第一家刘家以活当孟南并随第一人的作者日阳把江湖当立阿登地。数百年来，第一家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创造了优美的唱片，涌现了极多的名伶。但随着岁月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这些第一家为王之风采已成为人们仰慕的记忆。所幸的是，第一所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现在还拥有八百多点这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光之间的第一老唱片，而且应感谢新加坡党团党等海外第一家人士，使伊能凭着一颗爱国爱乡的赤子之心，将真心收藏的第一老唱片悉数捐赠给乡，正使我辈得以借助新多的音音技术，奉献到当年的名家风韵，对于当其时的价值风貌，这实在是第一艺术之极大幸事。自从王从第一所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广场的八百多点第一老唱片当夺其精华，分为四辑出版，作为近几年市委双团部起步名牌到创始开店的资香票房的全民特殊活动当行店落特来用之职，希望对弘扬第一山优秀传统文化做出第一级艺术水平有所必要。支持第一级老唱片的整理出版得到了东国移动山头分公司的大力支持，特此鸣谢。
Yeah.
无人通食嘅。真多人偷，狂来狗拼，开话直强情真，定付了租。流浪妹呀，我去打，妹妹，妹妹。
怪，何解无自由乎？不受千贵，吃山米会难吃，还家大眼不看我，主流皇上不家，岂能无害？此事鬼物，难亡呀！鬼在皇帝，鬼在皇帝呀！皇上为了皇家乱闯天庭，莫非想将才女抱行乱闯丢弃吗？你这不敢，女子来意，乖定在两女的强行心，今将相当势力。但心性没当，多是相当也难走好。如果属王南海子的令，强求观音大师。Thank you.
梁虎将洪流太上老公法子告来求见观音菩萨的。如此随我这里来，不劳到哪里哟。弟子把从天红告回来，不为真人依靠了你呀，悠悠也不假的佛摩菩萨只是你知娘嫂观音会是为更知道心中文理万贵心
就是迦蒙菩萨代沙行师，在天啊，祝你身体力，日下桂花浓，不可贪乱满肝心，如下心所。
来心也不归耶。Oh!
Yeah.